最近亚运会大家都看了吧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啊，凡是这个项目需要的功率越大，那该项目的运动员肌肉也就越大。我来盘点一下几个高功率的代表啊，瞬时功率最高的应该是举重吧，假设200公斤的杠铃翻一下，我大致算了一下，瞬时功率大概能有5000瓦以上，非常的夸张。那举重运动员的身材呢，大家也都刷到过，跟盔甲一样，10秒左右输出功率最大的项目应该是短跑了。有科研团队算过博尔特的巅峰时期大概能有2934瓦，像最近刷屏的短跑运动员袁琪琪，也是因为他的肌肉太大都火出圈了。再看看他身边的队友啊，都很壮，所以说想要练大肌肉，不管男女都是一样练，大力出奇迹。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场地自行车了，运动员个个都是人肉发动机，据说世界级的运动员能在5秒内拉到2500瓦的功率，一分钟以内也能保持个900瓦以上的续航。那再看看他们的大腿啊，非常的夸张。但是人类是没法保持长时间高功率运行的，随着做工时间的拉长，那就需要有氧系统的参与了，要开启脂肪供能模式了，功率呢就会降低。比如长跑或者是长距离自行车的项目，他们运动员的身材都比较瘦，体脂低，维度呢也不大，像其环法的运动员能有个400瓦左右就非常的顶尖了，一般人跑步的功率也就100-200瓦左右。所以说想要练大肌肉怎么练，努力提升做组时的功率，撸得越重功率也就越高，一组平均也就30秒左右啊，努力提高这30秒的输出功率就行了。那这个撸铁时的功率怎么算，我就做个简单的公式放评论区了，大家可以自己看。